我们在那个东浦站踩鸭子船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鸭子。总算踩到了，我们从国安湖就想踩，踩不到。我们到纽伦堡啤酒节了，超级超级多人，超热闹。我们要走进去喽，还有一个很大的摩天轮。不敢啦，一瓶啤酒，一杯啤酒5 L 啊，100亿啊，不是100亿啊，11块啊，11块。超多人的，我一定要玩。我每次看到人家开箱那个欧美的夜市跟这种乐园啊，都觉得那种娃娃很好赚，超多气球啦。我想要玩那个。又吃薯条，这样6欧，好多娃娃哦！嗨，这个好好玩的感觉哦，很高哎！哇，好高哦！我们现在到二楼了，好好玩呐！来不及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。如何？我是吉拿棒哎，它就是一条条甜甜圈。我们在参加纽伦堡的啤酒节，也叫做民俗节，它是4月8号到4月23号。每一次不一样。对，每一年的时间不同。我们这次刚好就来有遇到。这边很盛大，就是整个城呢，大家都放假，然后全部都来参加。它有分家庭日、主女日之类的。主女日来的话呢，所有设施都半价。官网有说，就是女性日那天，你女生来半价之外，你男扮女装也可以半价。对，然后还有礼物。因为搭完一个设施可以拿礼物啊。不知道，他说1天500份，还多少？哦，有限量的，就对了。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待，我们没有在纽伦堡待那么多天，所以就没有参加那个日子。就东西会稍微偏贵一点，但是这是他们。大家的节日嘛，我觉得算还可以接受的范围啊。是很贵，但是其实因为它不是天天都有，对，它就是在过节啊。它不是在宰客，它其实真的就是因为其实这个时候是他们大家都放假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们这边来工作其实都是算哦，他们加班的，因为他们等于是他们春节然后还要去上班的。对，这边是整个城都大家都休息。Can you say hi? Hello. Hello. 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Hi. 你好。你好。Enjoy. Enjoy time. 它纽伦堡香肠是哦。我们要搭云霄飞车了，阿佑，你是不是有一种紧张的心情？这边还有人靠，我们不行靠。你可以抓我啊！他们俩在深呼吸吗？觉得我要掉下去了！哇！太突了！在好多人哦，看一下，那饺子老虎吧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喽，再请大家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也可以留言哦，拜拜。射气球，它玩具都好丑哦。